咁我而家咧就關於查嘅問題，我唔講啊。咁就講呢個選舉事務處，咁就係呢個總目163。嗱，其實老實講啊，呢個選舉事務處咧就最中意飲奶茶嘅人，我次次同佢喺度即係揾佢嘅時候咧，都係俾杯奶茶我飲嘅。所以飲奶茶未必係錯嘅。嗱，我點解要講呢一個選舉事務處嘅問題呢？因為咧呢個大家都知道噶啦，就係選舉事務處咧係呢一個開支增長咧就係非常之大嘅一個部門嚟嘅。2014至2015年撥款咧係比較2013至2014年嘅修訂預算咧增加咗1,859,000,000元，咁增幅係幾多呢？2倍多。咁點解會係咁樣做呢？當然係唔會無的放矢嘅，就係要去籌備呢一個2015年嘅區議會嘅選舉，所以係可以理解嘅，即係話佢增加嗰個經費呢係唔算得太多嘅其實。但個問題呢就係點樣呢？就係佢增加呢個嘅款項呢，似乎係冇回應到包括本會在內嘅市民對呢個選舉事務處過去一啲好明顯嘅漏洞而不能堵塞嘅漏洞呢，係佢係冇一個非常之掌足嘅進步。即係佢其實佢係除咗係話因為區議會選舉嚟啦要增加經費之外呢，佢冇諗過就係話點樣攞多啲錢係令到俾人救病嘅嘢都係一個解決到嘅。嗱，舉個例咁樣講，本會喺度討論咗好多次，喺我哋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裏面討論咗好多次嘅所謂種票問題。嗱，呢個種票問題呢，不能夠咧用約定俗成嘅所謂種票去解釋嘅，即係話哦，有一班人係喺某一度地方嗰度。在個地址裏面他不在那裡住的註冊了。這個這樣的說法其實不是很科學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在香港來講搬屋是很常有的事。搬了屋之後而不記得了走去將那個或者是不得閒將他那個地址轉換去其他選區，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有可原。其實今日我哋面對嘅問題就係、是、你點樣將一啲咁嘅無心之失係規範化。其實喺呢、這個本會嘅討論裏面呢，其實係嘗試過講好多次嘅，就係話一個自動嘅制度，一個自動遷移嘅制度，即係嗰個人授權呢、這個選舉事務處，一旦佢遷移嘅時候呢，個選舉事務處可以同佢搬，即係搬，唔係搬屋，係佢搬屋就選舉事務搬選區。嗱，喺呢點上面咧，當然係要有一個比較龐大嘅電腦嘅系統咧，係去處理呢啲咁嘅事。但係我睇唔到，我喺選舉事務處嘅開支裏面咧，我哋睇唔到咧，選舉事務處或者係呢一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係有對於呢一個可以解決到而家我爭議咗咁耐嘅方法有任何嘅技術上嘅呢一個研究。嗱，由於咁嘅時候，一定係爭論不休啦。咁而家咧，如果佢唔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單靠用人手，即係話你唔係用做一個制度上用電腦制度去徵求人哋去，即係一個嗰、那個叫咩 consent， 即係話。徵求人哋一個授權，就係話如果我搬咗，你自動同我搬選區咧，你一定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咧，呢、這個種票咪出現咗之後咧，你估呢、這個政制事務處用咗幾多人手去解決咧？係有呢、這、一個，佢用咗咧86名嘅公務員同埋46名嘅非公務員咧，係去做呢啲咁嘅工作。佢嘅開支一路咁增加，到到今年因為準備呢個2015年嘅區議會選舉呢，
又增加到92名公務員和200名的非公務員，開支是6900萬元。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面，如果我們不是去詳細去好像正話咁樣講，去處理咗呢一個所謂授權嘅問題咧，我睇唔到有解決嘅方法嘅。所以限於我哋嘅而家呢一個財政預算案制度咧，本質係不能夠咧撥款俾佢，即係唔能夠叫政府咧係喂佢唔夠錢，你撥多啲錢俾佢做啊，係唔得嘅。枉論咧就係話做一個根本嘅機構性嘅，唔係一個結構性嘅改革。運用呢個現代嘅科技咧，去堵塞呢個漏洞。咁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我真係處於兩難。你話唔俾錢佢，咁就做唔到嘢啦。你俾錢佢又唔得喎，因為我哋冇權俾錢人噶嘛。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面，點解有好多好似阿王國興咁咧？佢覺得話喂，你呢個你點解唔提修訂啫？主席你要明白，如果提修訂係俾多啲錢嘅，根本就唔使納入啦，因為我哋係唔得㗎嘛，除非即係呢一個政府方面同意。所以我哋咪喺度講囉，佢即係佢資質太頓呢，佢唔明㗎。即係你唔係話一定要有所成有所為，而係議政嘅時候就係話你一個而家我哋嘅規例規限底下又唔能夠減咗就唔得，得又冇辦法嘅時候咪講囉。所以我嘅講法呢，就係話選舉選舉事務處呢一個機構呢，其實係應該喺同呢一個政府嘅其他相關嘅部門、電腦嘅部門呢，係做一個安排嘅。譬如間特首將來有個叫創新及科技局呢，其實應該係發展一個產品呢，係令到呢個眾票一樣嘢不可能。主席，我喺度講啦，講到呢度呢，我就唔再講，因為你可能覺得我講得太耐，我都唔想講，我只係想講一個秘密俾你聽。其實嗰日我睇到王國興嗰杯茶呢，唔知佢係奶茶定係茶嚟嘅，我只係順口講，可能係檸茶嚟嘅。咁我唔知佢食唔食檸檬。兩個議員，我係得恢復阿王國興議員嘅名譽，就係話嗰日佢係飲咗一啲茶色物體。就是咁簡單啦，你係咪唔飲茶嘅？梁國雄議員，你如果話你見過一個咁好嘅人未啊？你如果唔係再就呢個議題發言咧，就請你停止發言，請你坐低。好，總之佢係飲茶啦。多謝主席，陳偉業議員。